不想当战士的法师不是好法师。米拉玩完换装 play 后，找到众人出了房子，可刚出来没多久，却遇到了三等伯爵恶魔。米拉问四位冒险者能不能和恶魔打，得到的回答却是真要打肯定会有人牺牲，既然他们打不过，那只好自己上了。于是米拉冲向恶魔，移动施法召唤出黑暗骑士，可黑暗骑士却直接被打飞。黑暗骑士被打飞后，恶魔直接朝米拉劈来，米拉却一个后跳完美躲过，接着就是一记落花掌把恶魔击飞，这也成功激怒了恶魔，二话不说发动疯狂乱砍，可连米拉的一根毛都砍不到。之后米拉一脚踢中恶魔要害，发动仙术奥义真眼，一套体术过后，恶魔却还活着，没办法，米拉只好发动了魔眼剪辑。